在维港海旁的西九文化区，自2013年开始致力推动文化艺术活动。即将要开幕的是 M Plus 视觉文化博物馆。在博物馆开幕之前， M Plus 展亭以最后一个展览谢淑妮与事者与事去完成推广艺术文化这个使命。这个展览的主题都体现了2020年对艺术界的重大考验。在2019年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览谢淑妮与事者香港在威尼斯，是由现居洛杉矶的香港艺术家谢淑妮创作。谢淑妮因应威尼斯展览场地的特点，创作了两件装置作品 Negotiated Differences 和 Play Court， 去探索当代社会中人同人之间复杂而多样的互动、协商方式以及彼此如何共存。今年回来香港再次展出。这个展览叫谢淑妮与事者与事，它是延续了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香港展览的 Return Show 来的，都是我们 M 加展亭第11个展览。这个展览其实也很特别，因为它是连结了香港本地的 artist 和一个国际的威尼斯双年展一个国际的平台的展览来的，所以对于 M Plus 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展览。藝術家咧係想將好多唔同嘅嘢啦放埋一齊，咁其實係探討人與人之間啦，或者事物與事物之間嘅關係啦，點樣保持嗰種差異性，但係亦都使用聆聽啦，同埋你嘅同理心咁樣去理解唔同人嘅處境啊，或者嘅諗法，好多好細微嘅位，淨係香港人先至會有一個共鳴咯。咁例如去到見到羽毛球拍啦，又會有飲茶嘅杯啦，咁好多啲台上活動啊、飲茶嘅動作啊，或者台上嘅協商啊，好多嘢都可能會係一個好香港人會有嘅文化咯。身為一個藝術家啦，好多時候做嘅作品都會係回應翻身邊嘅留意到嘅好多唔同嘅物件。咁跟住就會去思考，然後喺嗰度攞到啲 inspiration 或者啲靈感去諗，究竟我點樣可以加落去作品度咧？謝淑妮花咗三年時間親手去製作，用木同埋合成物料製造嘅多向接合組件連接起嚟嘅展品。里面有近1000件的组件组合而成，但是西九文化区在展览即将展出之前收到消息，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因为疫情来不到香港设展， M Plus 展亭又有什么对策呢？艺术推广很需要公众参与，特别是艺术教育，藝術家必須要轉向去適應依家嘅環境。主要就係因為喺呢個疫情裏邊，小朋友佢哋喺屋企學習咁樣，咁我哋又會諗究竟教嗰個人嗰個角色，其實除咗老師，爸爸媽媽係唔係咧咁樣？咁可能爸爸媽媽喺個教育裏邊其實有個角色喺度嘅。四個人分。教育係咪一定係去學習一啲嘢咧？係咪一定要話俾你聽？呢個就係蘋果啦，咁你就去學嗰個字。可能我同仔女之間嗰種相處嗰種關係，其實係咪已經係一種教育呢？西九文化區為咗支援香港嘅藝術家，特別發展一項新項目——藝術紓困計劃2020。天台屬事件普之，又係藝術家，又係阿爸阿媽，就係其中一個被選中嘅項目。我哋想透過藝術家去誘發一啲教育嘅實踐同埋想像啦，想即係類似借鏡啦，依班嘅藝術家父母佢哋係即係點樣同佢哋嘅小朋友相處嘅咧咁樣，所以我哋就邀請咗本地45位已經成為咗父母嘅藝術家，咁我哋就邀請佢哋用一個指令藝術嘅方式啦，咁佢哋創作一啲指令嘅文字，
探索佢哋點樣同小朋友去相處嘅咧，溝通嘅咧，或者藉住一啲嘅遊戲啊，一啲嘅活動啊，或者一啲即係溝通啊、對話啊咁樣，點樣同小朋友去相處，亦都藉此去即係做到一個即係所謂教育嘅角色。其實不會認到你的樣子。我和我先生如果一起合作的時候都是做一些行為藝術的合作的，都真的用身體的，譬如一起遊行的時候做一些行為的作品，又或者在公共空間做一些行為的創作。不得喎，咁樣睇唔到喎，我哋要背依個背景先得。平時都有同兩個女有時屋企一齊拉筋啊，即係又唔係好認真咁做瑜伽嘅，但係會用一啲瑜伽嘅式子咁做下拉筋。咁所以就會一齊用身體去做啲活動咯。咁但係今次就真係疫情期間，即係冇乜地方去，咁所以就嘗試用其他方法留下佢哋睇下書啦。在個書本裏面看世界，而不是只是 YouTube 看世界咁樣。呢啲藝術家父母子女之間相處嘅體驗，會集合成為一本書同埋手機應用程式俾大眾，將藝術帶入每一個家庭。佢叫葉葉，佢就攞咗我一啲大人嘅書嚟睇。之後就攞咗叫我講俾佢聽咁樣，之後我就調翻轉叫翻去問佢嗰啲嘢係咩嚟咁樣，咁佢又會有佢自己嘅詮釋，就覺得好得意，咁就繼續問佢，咁等佢一路睇一路諗下嘢。邊個去睇嘢 ？Elvis 就係一對比較年青嘅父母啦，咁佢哋嘅仔女都係兩三歲咁樣啦。爸爸啦，佢就覺得父母要揾食，跟住又要照顧小朋友已經好攰噶啦。咁咧，當細路仔問你嘢嘅時候，其實你可以答佢唔知㗎咁樣。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得意，因為可能我自己嘅角色係一個母親咁樣啦。咁我就好覺得佢嗰種思考對於我嚟講，我一定會咁樣諗嘢。咁而爸爸咧有一日佢好攰，佢個女咧就攞起一本大人書，就係、是、一個關於攝影歷史嘅一本書啦。佢見到呢一張相啊，女就搭四個人翻緊學咁樣，見到呢一張比較滿目蒼然嘅一張相，跟住佢個女就話：咦，死曬嘅，唔係喎，其實坐喺度食緊嘢。咁佢就將呢一啲同女兒之間嘅對話記錄咗落嚟咯。西九文化區一直用唔同方法去推廣藝術文化。M Plus 感叹号是一个流动创作教室和展览空间，自2016年推出以来，去到不同校园，学生上到这个车上面和创作人交流合作，互相启发和互相学习。今年 M Plus 委约艺术家黄天仁，以100,000个为什么为基础，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Empress Rover 本身嗰個名咧，由2016年開始咧，已經係諗緊點樣先可以令到我哋同我哋嘅觀眾啊、參與者咧、老師咧一齊去邁向嗰種不確定性。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喺創意嘅世界裏邊咧，其實係一個好闊好大，即係好似一個嗰啲叫做去外星、火星嘅探測車一樣。其實你係去緊一個唔知係咩嘅地方，但係咧，你覺得嗰個係一個好有趣，係即係尚未發掘嘅地方。好多時都係透過喺街度周圍去望啊，即係攞喺手度揀，去揀橙咁啊，呢個靚唔靚啊，嗰個靚唔靚咧，就好透過呢啲觸感嘅嘢先去做創作嘅。而家你見到大家鏡頭都見到少少咧，就係我都會將個車規劃成為有一邊咧，就好似一個工場啊，或者有啲物料喺度啊，就正正好似我去到一啲鋪頭，我見到啲工具，見到啲材料咧，自不然就好興奮，就覺得好似可以整啲嘢喎咁。如果啲小朋友，
佢能夠喺上呢架車度嘅時候見到呢啲古靈精怪嘢咧，你挑起咗一個心情啊，想哎呀，如果我都可以用呢啲嘢整啲嘢就好啦咁。咁但係整啲咩啊？咁於是乎呢邊就有啲係叫做我嘅作品啦。咁整咗出嚟，其實個目的就唔係純粹話你睇下嗱，呢啲就叫做我嘅創作啦，而係話呢件嘢佢可唔可以引發到啲小朋友都覺得啊，我都想試下。哇，原來咁樣砌都得喎，原來咁樣嵌埋又得喎，佢哋會唔會都有機會自己都去嘗試下呢？因為疫情緣故，感嘆號不可以駛入校園裡面，但是黃天仁帶著感嘆號的精神將藝術帶給學生。因為防疫的緣故，其實我們已經是不斷想了很多橋，或者是將那件事不斷去修改，由原本我們是想著一張大的台圍著一個小組小組的形式，但是奈何因為疫情緣故，現在很多指引呢，就甚至乎你一把教剪都不可以說你用完就傳給他，他用完傳給他，大家都要很獨立，自己一個個體有一份東西在自己的桌面限制住，在一個這樣的範圍那裡做，其實是很大的一個限制來的。但是我覺得藝術好玩的地方就是，當你視它為一些障礙，那你現在覺得要跨過它或者什麼，但如果你視它為好像別人那些玩飛躍道那些，每一塊好像看似阻住你的東西，正正就是你可以在上面打關鬥，可以跳來跳去的一個物件來。對於黃天仁來說，藝術創作不只是材料或者是方法，感嘆號的計劃因為疫情一改再改，藝術家每一刻都要面對各種限制。有咁樣嘅一個框架去逼住你，又會自不然你要諗方法去應對咯。因為平時舉個例，我哋好多嘢都係冇呢啲限制嘅時候，你可能會覺得誒好多嘢都係未必會咁諗嘅。諗翻起其實藝術創作本身失敗咧係一個好即係好有趣嘅 topic 嚟嘅，亦都係其實好。很正面的，其實在藝術創意的世界裏面，因為其實你就是透過這個不斷地 try and error， 你不斷去 push 去再 explore， 所以其實這個都即是在這個過程裏面，其實我們自己都實驗了試了，甚至乎跟學生和老師去一起去分享。2020年全世界都因為疫情而有所改變，同樣對藝術界都問了一個問題，如果展覽場地不開放，劇場沒有觀眾，藝術可以怎樣轉變甚至轉向？疫情期間有30位演員收到一封信，邀請他們回去一個關閉了一段時間的表演場地。其實那封信，如果我是那個演員收到的話，我是收到一個 idea， 屬於情感的 idea。 在現在這種時候有一種改變發生了，那我們可以怎樣去面對這個改變？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來試一下？全部人單獨坐，係佢又話最多八個嘛，本來有四個有八個嘛。No， it doesn't work here。你哋總之獨立坐 ，OK？ 一個人坐個位，然後加個位，然後坐個位，但係你後邊唔可以有人困住喺度。大家感受大家好赤裸。粗糙。佢嚟咗之後就話俾佢聽話，今日咧我哋會有一個攝影嘅導演，咁佢會已經預定放咗一個鏡頭喺度噶啦。咁我哋就希望你喺呢個鏡頭前面嘅時候咧，係你嘅背面嚇，所以我哋唔會見到你嘅前面嘅。我哋唔想見到你嘅前面，唔係唔想見到你嘅表演，係我哋想通過。你點樣睇嗰個劇場嚟到去睇見嗰個劇場，所以你個背脊其實係一樣講到好多嘢俾我哋聽嘅。呢個 project 其實係一個 Edward 同我即係正式通過一個作品開始點樣探索頭先去提出嘅我哋想揾嘅個新嘅現實。
最主要是因為我收到一個生日禮物，咁就係一張畫。其實我都冇收到，係畫我嗰個人話俾我聽。咁我聽到嘅時候，我真係覺得話哇，因為畫畫咧，你等於要花好多時間望住或者想住呢個人，你先至可以畫。咁所以佢講俾我聽呢樣嘢咧，我忽然間就喺度諗到就係話，誒咁我會掛住邊個咧？咁我都覺得我都幾掛住嗰個劇場嘅。咁所以我就喺度諗話，我哋其實係咪可以將劇場當係一個 subject， 然後我哋揾嗰啲掛住劇場嘅人嚟畫翻呢個 subject 咧？咁你第一樣嘢即刻諗到嘅就係演員嘅。我唔再畫畫，我唔再演戲，我亦都唔再寫嘢。我係咩？嗨嗨嗨嗨嗨嗨！歷史罪人。教育嚟到一個吉的劇場，面對一個觀眾席，那個感受嗰種 emotion 係好好重啊！希望佢嘅 subconscious 發出一啲嘢。好先，我有個諗法啊，先有個劇本啊，啲咁樣，我就正正做一啲嘢係平時演員喺一個劇場好即時嘅嘢，就比較，因為想捉到一啲佢哋即係好脆弱嘅一種感受。將我最覺得唔可以攞俾人睇嘅嘢攞出嚟。對我嚟講，就係都去翻人與人之間密切嘅一種對話。雖然佢係面對緊一個吉嘅觀眾席，但係咧一個劇場俾一個演員嘅想像力係好強。M Plus 嘅展覽，因為藝術家同埋策展人都唔可以翻嚟香港設展。但是近1000件组件已经运到香港准备展出，为了令展览如期举行，唯一的方法就是靠西九文化区的同事帮手设展。因为 Christina 她在阿姆斯特丹，跟住 Shelly 在洛杉矶，回到香港，其实因为疫情关系，策展人和艺术家两个这么重要的人都不在这里。當時我哋就設立咗4個即係視像鏡頭啊，咁所以佢哋就24小時咧可以見到我哋成個佈展嘅現場咯。咁除咗呢啲視像鏡頭之外，我哋每一日都會進行一啲視像嘅通話啊，或者影好多相啊、拍片啊，俾佢哋睇成個佈展嘅狀況。可能有啲位係要同藝術家、策展人仲有 M Plus 佈展團隊。做一啲協商同埋討論，先可以喺一個咁短嘅時間去做到呢兩件裝置作品出嚟。裝後面呢件作品啦，尤其好難睇到嗰個終點喺邊度，好難睇到究竟點樣先為之得，或者究竟佢哋今日 hold 咗喺度，定型咗喺度，究竟聽日會唔會冧咗咧？或者究竟嗰啲角度啊，嗰啲重量究竟係咪平均嘅咧？咁呢啲嘢都～真係要時間咯。多謝你對我哋呢個 project 有興趣，同埋俾一個機會我哋四個人又再一次，係喺個空間度，係啦，係有一齊啦，有一齊個 screen 度出現我哋，耶！都唔知下一次幾時可以實體咁樣見到對方。係啊，我哋當初。即係 install， 即係一路籌備緊個香港展覽，就係諗緊，哎，佢兩個好快會嚟到香港，我哋唔使再隔住個 mon 講嘢啦。你睇下，你個中秋節都過咗啦，已經，佢哋繼續都係。
呢個疫情未發生之前咧，我哋已經諗住咧呢個裝置嗰個過程咧係有好多流動性，因為我哋想加咗一啲improvisation 啊或者即興嘅做法喺度。但係知道我哋因為疫情嘅關係唔可以去咗香港之後咧，嗰、那個挑戰性係更加多，因為咧我唔可以去到Amplus 嘅 Pavilion 度去親身去啟動呢一種 improvisation 啦，咁所以要透過工作小組去做呢樣互動嘅嘢，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呢一個協商嘅過程裏邊咧，要啟發所有人嗰個能動性咧係更加重嘅呢樣嘢。即係呢一個我見到就好多藝術家都利用緊呢樣嘢做一種新嘗試，咁但係。即係可能係一種應變啦，咁所有都要睇下，花少時間去睇下過幾年呢啲應變嘅而產生出嚟嘅一啲活動啊，或者諗法咧，會唔會可以繼續長遠咁樣去即係 sustain 到咯？因為始終有你好多嘢應變有可能有十種唔同嘅方案，但係 at the end 即係可能有一兩種唔同嘅 trajectory 可能會繼續到落去嘅。所以我都未知道會係點樣啦，但我見到有好多人都做一啲新嘗試。我作為一個做一啲物件啊，即係對於物料有敏感度去做一啲雕塑出嚟嗰種 artist 咧，咁會唔會因為呢個關係而令我變成一個 digital artist 咧？我又覺得我唔會咯。即當然我要會用多啲辦法去將做好嘅作品擺去一個網絡平台俾觀眾去睇到，但係我覺得我始終都係係一個 analog 嘅 artist， 咁我依家都喺度探索一下，究竟有啲咩渠道咧可以令到呢啲作品咧能夠俾第三者去經驗到，至於係點樣嘅方法。在啲咩地方或者用啲咩時間咧，我都喺度摸索緊。人約吉祥後呢30条片段公開之後嘅24小時之內，有好多世界各地唔同嘅策劃者主動聯絡兩位，多謝佢哋呢個表演，講出咗好多全世界舞台工作者嘅感受。我仲記得我哋阿片一出街咧，我係第一次喺24小時之內咧，我有好多國際嘅同事，其他策劃者都即刻就 message 我，講話謝你哋做呢個 project， 因為好多演員都講咗我哋而家面對緊同埋諗緊嘅嘢，就有一個平台，有一個。有一樣嘢，其實係已經將大家嘅嗰啲心聲啊、諗法啊、憤怒啊、恐懼啊，全部啲嘢都包喺入邊。謝幕嘅時候，你同大家講拜拜咧，好似有個承諾。但係而家當啲觀眾完全唔喺度嘅時候咧，你好似咧係有更加多嘅責任，或者係有更加多嘅可能咧，要點樣同佢哋再接觸，點樣同佢哋再見面？呢個真係一個唔知道點樣先至可以發生嘅未來。我哋面對緊嘅係一個睇唔到嘅未來。但係做創作唔係就係要令到睇唔到嘅嘢變得可以發生咩？我們必須要怎樣看自己的將來，怎樣看劇場的將來，怎樣看藝術的將來，令到將來我們想怎樣做藝術，怎樣策劃藝術，怎樣使用這個建築，這個劇場，其實那個可能性是很大很大很大。那都希望其實我們下一次真的面對觀眾，其實不單止只是不同的認識你面對觀眾，都希望其實我們看的東西
都可以帶到我哋一啲安慰，一啲力量，可以知道下一步可以點行。藝術界喺呢段時間都思考，究竟應該點樣行落去，應該點樣去適應，可能都唔會有一個答案，因為藝術本身就係不被限制，可以多變，又可以多向，這個亦是西九文化區的動力來源。